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网红，我现在人在万华的红楼广场前面，今天来参加的是洪家腾的活动 A 级玩家行玩大挑战。哦，扣三十分。试问各位网友，这样子总共排列组合会有多少组呢？请在下方留言。据说今天会有三个关卡。关卡一是直线 N 秒。出门采买的时候呢，鞋子啊、衣服啊等等哦，无论这东西被放在一起，都可以放进我们超大容量的食物箱里面。你用三角锥围起了一个区域哦，这个区域呢叫做长眼道伸手。最后呢，会票选出，不算票选，反正就是大家看成绩，会选出三位成绩最好的三位，会有奖品，会有大礼包啦。那今天我究竟能不能拿到这个大礼包，我们就看下去。Let's go！ 对，开始。拖延秒数，我来挑战扣最多分的。好。哎，扣十分。这有音效哎。哎，扣二十。Long way。我们不要觉得分数瘦了。我的分数是正的吗？哦，两次而已，这样算两次哦。因为你脚放下来两次。我双脚哎，这样不算四次吗？啊，哇哇。那我们这边就是转角两个地方都会有工作人员指一排一组车牌号码，就是英文跟数字。是。对，那我们就是要帮我记住两个车牌号码。是。对，然后到这边就这样过去之后再过去再过去，然后到格子之后帮我用倒车键，就是这个倒车键，是，然后帮我倒车到绿色格子，然后再帮我做答题，就是你要背起来。那如果你们真的记不得的话，就全数字可以指纯数字或纯英文，这样分数有一半哦。撞到脚椎或是你很明显的转头，然后这样直接肉眼看的话，我们就会扣分，这样就会扣两。所以我要倒坐的，还是我们两个要一起合作？你挤过去，我帮你喊。我们双载啦，我就反着坐这样。那作弊啊！第三位吗？对，我是第三位。出发喽！出发是不是？表现不错。回，加油！回，我为豆万豆万豆万。哦，恭喜你抢单成功！七九五，七九五。407，不要，我英文记不起来。795跟407，795四零七，795407，不要吵。795407，哦，你好棒。795跟407，英文我不知道了。都对了，都对，原来这样子。哎，恭喜你。英文记不起来了。知道怎么玩吗？就是。投币拿饮料塞进去，100分，漂亮吗？有限时间150秒，150秒，有限金额15枚代币。哦，所以一罐是一枚。一罐是不一定枚，不一定枚。但是他一次只能买一罐吗？我的意思说，他掉下来就要把它拿出来了。对，不然他会没有办法让你买下一罐。OK， 在非洲经过150秒，台湾就经过了2分30秒。没错。这个数学很好啊，谢谢。点数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5。哎，这是真的10块呢。给你再一个多次，我们站到投影机前面，来3、2、1，开始。啊，亏了！来了，你刚刚拿一个啦，立刻购买，确认付款，3、4、5、6。哎，他太慢了啦！挥，嚯！哇哇，100分！立刻购买啦，确认付款啊！来啊来！哎，他不吃哦。不是啊，你可以慢慢来。
我要知道他老了，有点那个太多压迫感，惊奇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剩下二十块啊？二十，为什么啊？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呢？你是不是投太快了？歪歪。我在我存存二十块啊。歪歪歪歪。卡币秒。先买二十啊！先不要浪费时间。二十。来购买，确认。为什么他少给我十块？我没有。啊我被他吃掉了啦。歪歪，我再给你十块。你投太快了啦。不用了，十块好像不能买了。对耶。对啊，超快快的啦！我每次买这种其实都会这样，真的、啊，真的真的问题。他可能就是那个前一个。对，来吧来吧，哇，你真的是速度最快、史上最速人。轻轻松松，乖乖，so 优雅，哈，而且还少了十块。好啊，这是七百，这个也是七百，嘿。一千四，太容易了，数学很棒。来两百，好，对不起，三百。算不出来，一千七啦，这个数学，这个数学真的不太，这个数学谋杀二。来，三号最速男十块，十分。那个十块可不可以还我啊？没有了，开玩笑。第三名获得一千元礼券的是编号二号。第二名，让我们恭喜编号是六号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就好了吧？走，你每次参加几次活动都有拿耶。我什么是我实力啊？第一名是，让我们恭喜第一名是七号。七号是谁？有实力。今天结束了啊，这个活动结束了。我原本是很想要挑战，分数最低的一位，在只剩七秒的时候，脚一直拖地，看会扣几分啊。但最后我没有这么做啦，反正最后，我不是前三名。不过这种游戏好玩就好，然后顺便体验一下洪家腾的这些电车呢，有什么特别之处啦？那在未来还有中部、南部等等的地方，他们也都会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。那我记得中南部还没有开始报名，所以之后他们会有最新的消息一出来的话，大家其实是可以报名。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玩的，而且从这个玩乐的过程当中啊，你也可以体验一下洪家腾的这些车子的一些特色啦。好了，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帮我按个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如果什么问题或想跟我聊聊天的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哦。网猴去哪里？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